始終臨尾嗰場好緊張啊，特別咧我哋領先緊一分，跟住佢嗌預備開始嗰下，同時吉，唔係同時係我進攻啊，我進攻吉冇燈嗰下，我心諗唔可以手軟啊，即係已經嗰個緊張嗰個情緒咧，令到啲手腳開始有少少麻痹咁樣。主場咧，你係好想。更加想打好啲，更加想攞穩呢個獎。其實都係老對手嚟嘅，大家。咁除咗啱啱新加坡係換咗一班新人啦，咁佢哋所有打法都比較似美國嗰邊，因為佢哋都會去嗰邊練習。咁樣變咗盡力打咯，係啊。因為佢哋其實我第一次打嗰三個新加坡，即係未打過嘅呢個，係啦。咁都盡力打啦，冇乜嘢好諗啊。其實主要係傷患太多啦，係啊，咁變咗，我覺得我自己喺度個進步空間又唔係好大，咁我都決定退落嚟去揾啲新嘅方向。我知道我喺個 team 度可能有一個好重要嘅角色，但係其實就係因為我喺個 team 度，你哋覺得我有呢、這個即係冇事嘅香香喺度咁樣，咁變咗會反而是局限了你的發展空間，我覺得。